抓好干净啊，只需要剪啊，那个砖倒下来倒得好干净好整齐，整整齐齐的倒下来了。好多蔬菜啊，好丰富。摘了三个梨，洗一下。啊！你想？这媳妇儿。这里冰了好多梨啊，
他每回吃吃豆奶都是没吃的。老爸吃豆奶，滋了一脸。哎呀。嗯，好甜啊！这个梨好好吃啊，这皮有点厚。我们现在要下山，下山去买点东西，采购点东西，看他们开心死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下大雨了，看到山上云里雾里的，都是水雾气，起雾了，现在下雨了。今天上午的时候都是一直是大太阳，中午也是大太阳，下午三点多开始下暴雨，然后地面上的这个水汽蒸腾跑到空气当中，所以现在空气湿度很大。看我们今天的任务也完成了，就是只剩一点点了，做一下收尾的工作就行了，这个不用管它。再过一段时间的话，会请那个挖掘机把这里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垃圾全部都挖走。这里清理好了之后，然后地基还要再重新改，改完地基之后在上面就可以建房子了。吃晚饭啦，我们今天的菜好丰盛呀，豇豆、胡萝卜、白菜、豆腐干、茄子、辣子妹儿，辣椒炒肉，动不起才跑的汤腿儿，他不吃菜，他泡的汤吃的。猪食，这个是玉米打碎了之后，然后用那个开水把它烫一下，烫熟啊，还有米糠加玉米，再加热水把它烫熟了之后，等它放凉了就可以给猪喂了。搬砖工作结束了，要回家了，收衣服回家，收衣服下山了。这个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想吃冰棒，还想起冰棒。茄子想吃冰棒。写完了。没有啦，没有了。